说，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作品，可能会让大家更加记住我啊。但是我希望以后多尝试一些其他的，会让大家记住的一些角色。其实挺多的，因为我们一起拍了5个多月的时间。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我给他烤地瓜。本来那场戏是我不用吃那个地瓜，但是拍着拍着就吃上了那个地瓜，然后招来了很多苍蝇在那个镜头前飞来飞去，导演实在看不下去就卡掉了，在地瓜上面喷了很多药，苍蝇是没有了，但是我还是要吃。当然了，没有吃那个喷到苍蝇药的，因为当时没有拍到人吧，他在跟我搭戏，对吧？非常小声地说，这个喷上药了，就挺好玩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将领，他有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不过他的信仰可能会有一些偏颇。当然，他在一系列种种的故事里面，他意识到他自己走的这些歪路，最终他能回归正道，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实也不能按就是说只是古装剧和战争剧吧，这两个戏它是有特定的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这个规定情境的，所以我觉得都会有一些难度的，各有各的难度嘛。其实我也更想尝试就是不同类型的，像现代都市的也好，或者其他很多特定的题材的也好，其实是我都想去尝试的。我觉得模特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的经历，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要多尝试不同的生活，所以我很珍惜模特的生涯。作为一个演员，我觉得还是要通过人生的积累啊，生活的积累去才能更好的去演绎你所演的东西。我是正在为迈向优秀的演员而努力啊，我只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是热爱表演，或者是就喜欢演员这个职业，你就去踏实的做就好了。每个演员，优秀的演员应该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自己的才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马老师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演员。我们在剧组经常去交流如何去演某一段戏，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过程。因为如果就直接就开拍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少了很多活的东西，或者是说默契的东西，也非常愿意的去在拍摄之前去交流，这段戏要怎么演，我觉得这非常的好。而且王老师给我和导演还有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的关系更像是朋友，非常的有亲和力，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在演戏过程中轻松很多。相似度肯定还是有吧，我生活中可能会更随性一点，更随和一点，对，就更想去享受生活啊，就是简单一点，开心一点，简单点，开心点，快乐点，突然想到的。对，也还是挺适合当下的。不光是演员嘛，我觉得其他行业的人都需要自己在生活中有一种方式去舒缓自己的压力。我舒缓我的压力可能我去比较惬意的地方喝杯咖啡，晒晒太阳，或者打局游戏，可能这都是我舒缓压力的方式。比如要想打游戏啊，健身啊，运动啊，打球啊，就挺多的，特别多。国内也有很多，但是我现在最想做的可能是《浓情巧克力》的女主角，我想跟《浓情巧克力》里面的那个角色的感觉合作，活在当下。《鬼吹灯》上个月底刚刚杀青，目前是想先放松一下，因为过去的大半年都在工作，多陪陪父母，带他们出去玩一玩，然后充充电，后面会更好的面对工作。秋天到了，天气马上就要变冷了，希望大家注意保暖，不要着凉，不要感冒。
潮流新锐，时尚先锋，请大家关注瑞 Pioneer， 关注高伟光。